带来的是这款双响机甲小钢炮，十瓦的一个音乐功率，具有左右双扬声器以及后振膜的一个设计，支持咱们一个语音通话的一个连接，以及多种炫酷灯光的一个选择。同时呢，还支持左右两台一个串联组成立体声的一个双声道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它的音质。这款蓝牙音箱性价比是相当炸裂，有五种炫彩灯效，可以随着音乐的节奏律动，两个它就可以互联组成双声道立体声的音箱。机身有两个高音单元和背后的一个低音单元，音质表现确实超出预期，不仅支持蓝牙播放，还可以使用 TF 卡播放音乐。透明机甲风的外观也很有科幻的氛围感，内置1800毫安电池，户外露营烧烤也可以带上它。双重小钢炮塞进透明机甲外壳，试问哪个男生看了不心动？透明机身搭配炫彩灯效，放在桌面即是一个赛博风拉满的摆件，加上10瓦大功率双喇叭，高音通透，低音澎湃，声光同步，享受视听双重盛宴。关键这集颜值和音质于一身的透明机甲小钢炮，价格还真不贵。